孙菜燕凭借着她对糕饼小点的制作热忱，在精湛的技术之下，她先后获得了许多的殊荣，包括了新著名团员易家钦、华山神厨家卫赏、马来西亚国际 3D 果冻动态比赛佳作奖、韩国国际技能大赛 3D 果冻比赛金牌、2020妈祖美食节全国技能竞赛、台湾名店奖等等奖项。而这些经验累积下的成果，也让他晋升为国际级在这个领域的评审委员。时至今日，笃信神佛的文采燕把制作 3D 花雕果冻的过程视为是一种禅修，不仅疗愈并沉淀自己的身心灵，带来欢乐，更同时造福他人。好，我也是真的常常看到新住民，我也很主动去帮助人，可是妈妈常常跟我们讲一句话，施恩莫忘报。他说你帮助那个人绝对不是那个人来回报你来帮忙你，所以这个道理我真的很认同。父母不是高学问，可是他讲的都是经典，也印证了我在台湾所遇到的贵人一样。你看所有帮我的贵人，我没有帮过他们嘛，他们来帮我，可是他们帮了我之后，我也没有回馈那些贵人嘛，可是我无形中我有能力，是不是也帮助在比我弱势的贵人，我也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。所以我现在体验到妈妈那句话叫做善的循环，就是说你帮人家不是那个人来回报你。来台湾前，文采燕在越南拜师学艺，学习制作各种糕点，港越式月饼、包子、艺术立体果冻、月饼包馅果冻、创意果冻、奶油挤花蛋糕、蛋糕绘图、蔬果雕刻、折纸花、插花，除此外还有婚礼蛋糕点心设计、中式糕饼、西点蛋糕等课程。如今创立采燕创意烘焙坊，至今已经步入轨道。由于当初孩子的一场大病，因缘际会之下，也使得文采燕开始注重家庭饮食，并决定鼓起勇气创业，增加家庭收入外，也希望借着自己的双手制作带有幸福又天然的健康食物，让自己家里的孩子吃得健康，也让顾客朋友们有一个最安心的美食选择。啊，就是说他很会做一些点心，哦，像那个椰奶，还有果冻、奶酪什么之类的。然后他说他蛮可怜的，他需要人家帮忙。然后就是说就要跟改胖丢起来。然后我就想，然后介绍我认识他，然后就跟他订一些他的产品，然后拿去我上班的地方请同事吃这样子。然后就说哦，他做那个椰奶那个椰果实在是太好吃了，然后我有买他那个果冻花，也是请同事吃这样子，我是这样认识他的。然后我发现他这个人哦，他本身内心的那个值就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善良，然后很好相处，然后他真水准太高了，真的太有才华，就是我们台湾人比不上他的地方，吃苦耐劳，我觉得他很了不起。而如今在烘焙业界已经小有名气的文采燕，仍然秉持着当初的想法，就是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。所以他希望借由自己的烘焙工作坊，来成就更多人学习这项技术。像我能够去彰化总工会教 3D 果冻，也感恩何记者的引荐，让我认识彰化总工会的徐理事长、林理事长
好，才有这个机会。好啊，也在之前我也感恩啊许丽啊，因为许老师啊，在中华西路的许老师，他也是有推荐我到总工，也是也推荐到工会去教广东话。不管有成功没成功，我们都很谢谢这些贵人来帮过我们。好啊，我也很感恩啊，金城。好，学校好，高中给我第一个机会进到金城的高中国中社团来教山地国通，他们给我的肯定跟支持，好，谢谢金城的校长，还有江组长来引荐给我认识学务组长主任来给我们开国通话成功哈。离乡背井来到台湾，他感谢一路陪他走过来的先生以及娘家长辈的支持。他也感谢在芸芸众生当中不曾谋面的贵人，而更让他感恩的是，虽然书读得不多，却教会他做人处事道理的爸妈。我很感恩我爸爸妈妈从小给我一个品德的教育，爸爸妈妈给我的观念很好，我要谢谢，没有爸爸妈妈，没有我今天的产业，在台湾这么多人疼我爱我，不会让父母失望。爸爸妈妈从小教我们说，穷得真恶得亲，人穷志不穷，做人要问心无愧，顶天立地。所以爸爸妈妈他们不是有钱人，但是他跟我们讲说，做人要饮水思源，要说就是台湾有一句话说，家人只靠要行人只道，所以我从小就懂得说，爸爸教我们要做人要懂得感恩，要懂得知恩图报，所以我来到台湾所做的东西都秉持着爸爸的教育教导，也感恩爸爸妈妈你们给我的教育，从小给我不忘母语，学广东话学中文，让我来台湾没有语言的障碍，给我学这么多种语言，不管你们多辛苦赚钱栽培我们师姐弟，请家教老师回来给我们读中文，让我从小学圈诗文古文，让我学会一个做人要有品德，要有受人尊重的一个品德，我们不贪不偷，问心无愧。爸爸从小跟我们说，不怕穷，最怕我们懒惰，我们穷没有什么可耻，最重要是自己穷得干 清白，家底要清清白白，人死要留名，但是这个名爸爸说不是沽名钓誉的名利，而是家底清白给人家贪他的名誉，苦死留皮。所以我从此念了那些增广贤文古文，我常常来台湾用来做我做人的本分，谢谢爸爸妈妈辛辛苦苦把我养来。来到台湾我离他父母十几年，我真的很想爸爸妈妈，这十几年来我很不孝顺，我没有回过娘家，因为父母在美国很遥远，都是要爸爸妈妈你们老人家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来看我。在文采燕的生命里，他要感谢的人太多了。当他领悟了换个角度去看事物的这句话之后，在他的眼中每个人以至于每件事都是美好的，所以他的人生活得十分精彩，而这份精彩他也将让他持续下去并且渲染开来，如同这个3D活动一般的花开。